哎，九三军人节，它是个好日子啊。9月3号呢，这天，我想普天同庆，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巨著呢，即将在这一天呢会上映。街角的小王子这部电影呢，结合了两位我觉得非常清新而且非常有潜力的，而且很懂得美食的朋友，即将呢在这一天呢要上映这样的街角的小王子。其实《小王子》这部电影呢，我相信呢应该可以值得所有的喜欢宠物的朋友，对于爱有憧憬的朋友，一起走进戏院里面来欣赏这部国片。9月3号，绝对需要你们最热烈的支持。OK， 行来大的主，祝各位天天都幸福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Young Feathers。那个吉他手好像我小时候的好朋友，那你去跟他相认啊。等我啦，小静，等一下，小猫咪耶，小静，我们一起照顾它好不好？等等，有空吗？要不要来听我们的乐团？这首歌是我们的创作 In Case of Love。 What would you say to me In case of love？ 小青，有猫咪耶。那个女生有那么好看吗？我只是觉得她还蛮特别的。Dear baby，我写给你的信，你有收到吗？一定会再见面的。